跟各位介绍一下哈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软体的部分哈，有一个这个软体，这个不用安装，你点两下打开就可以执行了，就可以像这样，它会有两个视窗给你，啊，两个视窗给你。那我在我的部落格上呢，其实也有提到哈，在这边，哎，因为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写书法了嘛，对不对？以前你们都怎么写的？自己写来之后描的。真的哈、哦，哇，这么厉害，还是自己写的，但是下面是有电东西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好，那像我们一般如果说像你要自己写一个字，人家不大，如果你写字是漂亮的人，那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是如果你写字没有那么漂亮的，你要送人家这种字就不容易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们用这个呢，它就可以帮你美化一下，好、哦，美化一下。那你也可以呢，再拿来什么？那我们待会后面要讲的这个 photo clip 里面来用，比如说你看我写完了，我可以拿到这边来，有没有？我可以拿到里面来做合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。好，他会给你两个视窗，你要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比如说你想要写什么字，哎，今年有没有？我们一般像人家说回顾啊，年底的时候像回顾一下，你觉得今年用什么字比较适合，那明年用什么字比较适合，有没有？最近这几年都流行这样用一个字代表啊，比如说大家都会这个字啊，以前我都不会这个字啊，现在大家都会这种字啊，哎，但是你写这样子要拿出去好像不是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请他帮我们美化一下。来，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些字型可以选择。好，绿色的话是行书，那你可以看你要不要草一点就变草书，它就变给你看，有没有？哇、哦，你好像比较漂亮一点点吧，啊，这样囧也觉得还 OK 啊，你可以看一下原来的线条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事实上当然不只是这样子啦，哦，不只是这样子，那你可以看到当然是草书，所以这边你可以让它写的比较潦草一点，还是写的比较正一点，好，它可以帮你做调整。那么在这里还有笔脉，好，笔脉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囧啊，因为我用的是叫做草书啊，要写的很草的时候就是看不懂啊，你没有看过有人很签名就是看不懂吗？有没有？有的人签得很潇洒啊，很潇洒就跨步啊。哎，那你看轻笔，你要比较轻一点，比较重一点，对吧？越轻的话，笔画就怎样，越模糊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什么叫连绵吗？哎，用台语讲比较好解释，哎，看戏，对吧？老巨龙也看戏啊，中午睡觉的时候啊。对不对？哎，那个你看连绵一下，有没有连在一起？但是因为我刚刚囧写的比较开了，好，所以这个连的就不多。那讲到这个，你就宽度当然就是笔画的粗细，好，比较粗细。那抑扬顿挫呢，就是可以让你笔画的粗细比较明显一点，好，比较明显。那什么叫飞白？飞起来变白色。来，用台语讲较简单，一切。啊，干不起来呢？因为墨不太够的时候，不是有点这样吗？这样了解吧，对不对？有些大师写的有没有？墨水不太够啊，沾的不够湿啊，然后就会这样一推啊，对吧？啊，那也要哈。所以呢，你看，回头再看我们刚刚写的，嗯，我们看刚刚写的，有没有差很大？有哈，所以有没有看过电视上有那个卸妆前、卸妆后、化妆前、化妆后，那个有的判若两人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哎，一样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改造一下哈，找这位化妆师帮你的笔画稍微改造一下。那你们呢就试一下吧，玩看看好不好，也顺便看一下你今年，你今年底了，你想要帮自己或同学
送个字给他啦，好不好？看你要写什么字，气泡板。如果说你不想用黑色的笔，你可以从这边色彩，有没有？你可以自己去改变，啊，改变你那个纸的颜色啦，或者是笔的颜色哈。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写书法嘛，所以用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做好之后，你可以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就可以从这边，有没有？输出。但是你在输出的时候呢，这边有几个，有没有？有一些格式你可以选择，对不对？好，上面这三种，这个是属于点阵的，哎，点阵的效果，就是说它做好之后，我们可以拿到哪里 ？Photoshop 啦，哦 ，Photoshop 里面来使用。那当然比较好的是用 CNG 啦，或者 PNG。好，这两个品质比较好，因为 JPG 的话，其实在处理这种色块的话比较不 OK。好，因为其实你看我们这边都是色块嘛。好，那下面这两种呢是属于什么？向量的。啊，属于向量的。那向量的其实像上面第一个就是什么 ？Flash 的，有没有 SWS？ 所以大家都有看过。那 SVG 呢，也是 Windows 内建这种标准的向量格式。好，他们也都是。不过你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有用所谓的飞白，有没有？这里有这个飞白的效果，那么你转存成向量的时候它会不见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有没有用飞白就没差，但是有用飞白的话，请你就一定要用点阵的。好，这个要特别注意啊。所以你看，只要你做好了，我就可以把它弄出去了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在哪里，在 Photoshop 或 Photoshop 里面把它打开。好，比如说你看我在这边，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。没有吗？我刚放在啊，还是放在这里。放在这边，这里。好，这样。你看，我们就可以用影像这个软体把它打开。好，那当然现在看起来是60%，所以看起来怪怪的哈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。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喽，你可以稍微尝试看看哈。